阿杰 DC 贴给你了，发仔问你为什么不回讯息？突然听到噔噔，阿杰 DC 是你了，发 Vivi 串进来了，我跟小龟直接不讲话。前面还说干你娘的假，你假个送啦，平常被烟法力。你手上这罐是妈宝绿茶吗？直接不讲话了 ，Vivi 只讲一句话。罗姐原本也在那边，然后改勾改勾，我太帅喽。然后 Vivi 只讲一句话：罗成远，为什么没回讯息？有吗？有这个东西吗？我不记得。然后罗姐说：我刚睡醒哦，没看到，刚睡醒。好了，小龟，那个我先忙了，发仔先忙了，先走哦。干，这个人他妈每天都在加水乱讲，干没有的事也在那边加水。但故事已经讲到他妈那个水已经满出来了，是怎样了？